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，被砸得乱七八糟，严重凹陷，而车顶的行李架铁条扭曲变形，整台货车面目全非。原来都是这块么字形水泥雨遮惹的祸。响一声，一声我是讲可能电焊平去，是撞出来来看，看到迄车呐，看到一个目屎我流落来。九号当天下午6:30，曾先生开着货车返家途中，临停在一旁讲电话借厕所，没想到前后5分钟时间，看着伴随自己16年的老货车成了这副模样，让他直呼好心痛。对啊，惊着昨尾拜较叫王爷来收惊，呀，拢无法度困，想着跳红龙啊，那目屎流啦。从事油漆工程的曾先生近期在基隆接案，现在车坏了，生意没得做，5天下来损失至少4万元，但酿祸的5楼屋主却只愿意补贴赔偿2万元，让他们直呼太不合理。这车你莫甲我弄啊，我逐工当出门啊，我去远道做，我还搁再加息啊，再物件啊，你变做安尼，我即几工拢无倒去做事，我爱去做事。这块砸车的么字形水泥雨遮长约120公分，宽度约30公分，从5楼外墙掉了下来。所幸当时人不在车上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前后5分钟的生死一瞬间，好似在鬼门关前走一遭。记者周天杰、马玉文，新北市报道。